是，跑，有东西，有东西。是刘佳明，所以今天我就是要拍一个影片呢，就是我的晚上到底怎么过的。为什么我会突然拍这个影片呢？因为这个影片啊，对，这个影片我就没有拍到我晚上怎么过的，我只拍到下午和早上而已，所以我现在就用这个影片来代替回来。所以其实我的晚上是蛮无聊的，可是为了拍影片，我会让这个影片变得更精彩。所以你们看到现在这么这样亮，现在才5点钟诶，为什么我要现在拍这个影片？虽然现在5点钟诶，可是我只是在这个时间做开场，因为现在比较亮嘛。所以我们等到晚上再见 ，Let's go。OK， 那我刚才就已经冲好凉了嘛，当然啦，晚上不冲凉那可以哈，所以我就冲好凉了，耶、yeah! ！所以我就刚刚发布了一个影片，你们看一下啊。现在的时间是7:19，然后我上传了这个影片，看一下，挑战在5分钟之内吃完一大包的薯片，我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呢？点进去看，虽然有18个观看率啦，然后有4个赞，2个 dislike， 然后就有3个留言。所以其实我想说啦，我最近的观看率是变少了啦，可是我已经是没有再在意它了啦哈。反正我上传影片，我剪影片，我开心就好，对不对？你们要不要来看也不是我的事。然后你们也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影片最近很废，不是最近，就是 daily vlog 才会而已。因为你懂了吗？ daily vlog 你还要上字幕，所以你讲话要快，然后不要再想，我就随便讲，一下过呢，我还要剪，还要上字幕。所以影片就会比较废，然后剪的片段又比较少，就是可能中间有很多没有讲话的地方，我没有拿来剪掉去，因为真的是没有时间，还要上字幕，所以就这样子了。哎呀，大家好，各位，我带人在台中客户之家，那今天Oh my god， 现在是晚上，哦黑黑啊，我只能够用我手机的手电筒来照一下，虽然也是不能照到太多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后面这边，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。shit， 跑，有东西，有东西。Oh my god， 刚才那个什么东西 ，shit， 其实我是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啦，我只是要做一点效果而已啦，哈，嗯，骗你们而已啦，哈，耶，所以我现在带你们回去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没有东西呀，很暗呐，现在。Oh my god， 呜，刚才我不懂我爸爸从哪里来的榴莲，呜，有榴莲吃了，嗯嗯嗯，虽然不是现在吃的啦，嗯。看到榴莲我就开心，嘿嘿，因为我蛮喜欢吃榴莲的。拖到8:45才吃晚餐，你们说我不厉不厉害？因为其实刚才我也是有事情，所以我才拖到8:45吃晚餐，所以我先吃晚餐咯。Let's go， 吃完了，嗯，其实蛮好吃的，所以现在有一点饱。我现在要剪影片了啊，又要剪影片了。当 YouTuber 真的是不容易啊，所以剪好影片我们再继续我们的影片。所以影片剪到来已经10:03了，虽然影片还没有剪好啦，可是还是来更新一下啦，所以等一下还有什么事情
就继续影片，如果没有事情，那这个影片就结束了。所以已经过了1个小时多，是真的没有事情了，所以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看，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在这里不想错过我每次更新的影片。所以拜拜呀！我的晚上真的很无聊。